無論一個人有幾叻幾本事都好啦，都需要其他人嘅幫助嘅。喺工作方面需要幫人幫助啦，健康方面咧就要揾到一個好醫生啦，或者對象方面都要揾到一個好對象嘛。嗱呢樣嘢咧就叫做貴人星啦。咁喺2019個貴人星嘅位置就喺西方，記住攞個指南針度起呢一間屋西方位喺邊度，喺呢個位置去讀書啊，或者 call 下你嘅朋友啊，甚至同你老細傾下偈都會動到貴人星嘅。咁就恭祝大家2019度咧就可以得到好多貴人輔助。我係 Joey 同埋 Nippon Pain， 祝你新年快樂。